亲爱的朋友，早安，吉祥如意，大家早起的嘞。今天呢是非常殊胜的日子，今天是藏历的六月四号，也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日子。所以呢，全世界的佛教徒呢，在这一天都非常的缅怀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和他的教法。那在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之后呢，第一次来到了鹿野苑的这个地方呢，对着五位比丘呢来讲经说法。那最早这五位比丘呢，其实是跟他一起出家，跟他一起去修行的。但是呢，这几位出家人呢都没有悟道最后是佛陀证悟了。所以呢，反过来他们本来是同学，那这五位比丘呢就非常的恭敬的向佛陀请转法轮。那请转法轮就是请他讲经请他开示的意思他最早讲的就是小乘佛法。那在这一次的讲经说法里面，他讲了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那讲了八正法，也讲了一些缘起论，就十二因缘这一些。那很重要的也讲到三法印。三法印呢和大家分享，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这些都会过去的。也许你现在功成名就春风得意，但这一切也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珍惜，要把握，并且呢要怀抱着感恩的心，要多累积福报，让我们这个成功可以更加的长久。那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就是诸事不顺，跌入谷底，觉得人善被人欺，那也相信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所以呢失败了也不要太难过，因为它终究会过去的。那成功呢也不要太得意，因为它终究也是会过去的。这就是佛陀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在红尘俗世里面的很多的试金石，都可以让我们永远保有一份希望，永远呢可以保持一个同理心慈悲心。这一次在鹿野苑的讲经说法呢，佛陀指出了脱离生死轮回苦海之道。所以五个比丘呢当下就得到法眼清净，得到出果的果位。那这也是最早的应该说世界上最早的僧团的一个成立。那么也在这一次的初转法轮呢确定了这个佛法僧三宝的一个具体的存在。那佛当然指的就是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法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整个小乘佛法里面的所有的开示另外一个僧当然就是这个僧团的确立。那也是非常的感谢佛陀种下一个正法的种子。再往后所有的寺庙在盖庙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每一个寺庙的屋顶都有一个法轮，远远的一个法轮。那法轮就是代表讲经说法的意思。那两边呢都会有两只鹿，那就是代表了就是一个纪念鹿野苑初转法轮的这个纪念。于是呢我们就常常讲这个正法永驻，法轮常转，就是鹿野苑的这个转法轮的由来。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恩释迦牟尼佛呢永不懈怠的在说法，他讲经说法49年，你想想看，就是一个80岁的老人还在全世界到处的弘法利生，那也是因为佛陀，我们才能够证悟他的慈悲还有他的智慧，我们众生才有可能从无明烦恼中自我解脱。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佛法，那世界一定是黑暗的。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世尊曾经来过，曾经降生在这个地球上的话呢，那我相信我们人类呢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世尊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快乐，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初转法轮的日子呢，
特别的缅怀世尊，所以我们一起呢来念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那因为今天呢念他的心咒呢，功德是十亿倍的放大，那我不愿意大家错过这个做功德的机会，所以呢我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来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那在念心咒之前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诵武则天写的四句偈，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哈。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背下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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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娑哈，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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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中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因为今天是太殊胜的日子，所以带大家念108遍的释迦牟尼佛心咒。因为做任何的善事功德都是10亿倍的增长，希望我的粉丝们爱我的人，喜欢我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份功德。那在今天呢，可以多发一个菩提心，就是可以多做一些利人利己的事情，比方说可以多帮自己的家人点灯，多帮他们点一些平安灯，多他们布施一些平安米，那或者在这一天呢，做一些好事，帮自己的冤亲债主呢报名这个超度法会，帮自己的往生亲人历代祖先报名大藏经的这个普渡法会，那这些在今天来报名呢那功德又更大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把握。那当然你也可以多祈祷，多许愿，然后多做烟供，然后可以多吃素之类的，那我们顶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最后我们一起来祈愿，愿众生能广积福慧资粮，正法永驻，功德回向，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世间疫情早日恢复平静，天灾人祸远离，国泰民安降临。OK， 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吉祥，而且也可以在今天呢多多读一些经典。我们刚刚提到小乘佛法呢讲的有这个类似阿含经、缘起法、三法印等等、也是内容非常的庞大、那在二转法轮、三转法轮讲到这个金刚乘、大乘佛法的时候就有大涅槃经、大般若经、楞严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等等等、那这些所有的一切经典就是大藏经。也就是说，当全世界又再一次的把2500年前佛陀的经典、佛陀的教法在原因重现在这个宇宙的时候，那仿佛就是佛陀又来到地球，佛陀又来到人间，给我们无上的解脱痛苦、解脱生死轮回的很多的启发。所以大家在今天多多的发愿，多多的支持大藏经法会，多多的支持正法。谢谢大家，再次得累。